一只暗客门走了，杜宅就来找菜埔，但杜宅一直徛伫门外口，唔敢入去。菜埔嘛只好伫外口陪。伫阴暗的乌夜，淋着绵绵雨，两个人渐渐徛伫遐。菜埔看到杜宅流乱着眼睛的景色，眼中透露出淡薄仔唔甘。伊想要带杜宅安慰，却一句话拢讲袂出来。杜宅后来也有走去找石刻，但这一切拢伫梦中。石刻醒起来了，就一直困袂去，走去隔壁游泳池洗身躯。石刻洗身躯的所在拢无一定，有当时也是伫游泳池，有当时也会去附近的便所。今日天顶等雷死人，但石刻哪像拢无咧惊。伊今日有淡薄仔无相共，心内感觉着杜宅应该是出代志。